I feel so extraordinary.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 I've got this feeling on my lips. 等完又等，等完又等 ，The Last of Us Part 2今日終於正式推出啦！嗱，有玩過 Part 1，感受過 Ellie 同阿 Joe 之間父女情嘅人咧，都會好期待今集噶啦。聽講咧，今集係講 Ellie 喺劇情就留翻俾大家自己慢慢去感受。而家就先開箱吊下大家癮啦。同好多 3A 大作一樣，《The Last of Us Part 2》咧都有唔同實體碟特別套裝俾大家揀嘅。咁我今日就要開箱呢個包得最多嘢嘅 Ellie Edition 啦。開箱。咁多样嘢入边 ，fans 最期待就梗系 Ellie 嘅12寸 figure 啦。无论系纹身、手带定系武器 ，figure 全部都有还原到呢啲嘅细节位，甚至系一啲衫嘅折痕、吉他嘅磨损位都一样有处理噶。跟住就系呢个 Ellie 喺游戏入面孭住嘅万能背囊啦。背囊嘅设计睇落同 Ellie 嗰个真系好似啊，而且容量都几大，又唔少暗格位可以用嚟放嘢。虽然其他版本都会有 The Last of Us 嘅 Original Soundtrack， 但只有呢个版本有呢只七寸嘅黑胶唱碟。无论你屋企有冇黑胶碟播放器都好，净系摆喺度都够晒有 feel 啦。中尾胶啊，又系嘅，神作出续集又点会得咁少嘢啊？呢一部原创设计嘅 PS4 Pro 满足到你哋啦啩？呢部 PS4 Pro 限定版除咗印咗 The Last of Us 之外，瓦面机身都印咗 Ellie 手臂嘅纹身做设计。纹身唔止系主机上有，连佢 PS4 手制都有噶。如果你系 Ellie 嘅 fans， 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换生活，乐科技，银华 HK。